刚刚那边的牛粪已经装完了，现在要把这边的这一堆把它装掉。这个位置还是太小了，开始的时候只想到养的不多，没想到这个堆起来之后啊，几天就堆满了，半个月，太麻烦了。所以把这里本来是种草的，现在把这里改掉了，改成堆牛粪。像去年那个位置堆了一年，在其他的年底的时候就把牛粪铺到那个田里面去了，这样还是比较方便一点，到时候还是要把牛粪堆到那里去。这个位置太小了，之后麻烦。晴天还好，如果下雨就到处流啊，因为这边也要放小牛犊了嘛，觉得这一块也不干净，主要是太浅了。如果是下面有个两三米深的话就好一点，这个才70-80公分，堆不了多少东西。上次有朋友问我们的牛粪怎么处理的，我们的牛粪很多都是这样堆的，堆放着，堆到那么多之后再直接卖掉。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种那个水果的，我们隔壁就是澧县嘛，澧县称为南方吐鲁番，这边的阳光玫瑰种的面积比较大，很多人都是拿牛粪去种那个阳光玫瑰，听说是含糖量比较高，种出来的葡萄啊比较甜。再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些做养蚯蚓的，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大户养蚯蚓，养的比较多，它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。再有一些就是私人啊，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鱼塘啊，有些人拱的鱼塘啊，自己的鱼塘，他会买这个牛粪把它放在底下去。一般新拱的鱼塘的话，那个水不肥嘛，养鱼就要水肥，因为像这个牛粪还是挺不错的，其实养鱼它又可以肥水，再说它牛粪里面的含草啊，基本上都是草，那个草鱼很喜欢吃，那鱼也长得快。再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周边的农户啊，人家如果是勤快的，自己开着三轮车就会拉一些，拉到自己的田里面，这样是免费的，不用钱。像这个铲车就是专门为了牛粪买的，花了10000多块钱，很多都是需要用这种铲车上，因为现在人工也贵嘛，所以我们就是卖的，就是装一车是200块钱，就是包括装车费啊，包括牛粪的价格，反正就很便宜了。人家很多都是买过去种蔬菜啊，种水果的。今天刚刚拉了两车，人家那张车等一下还要过来拉，这边估计可以拉个两车，应该是没太大的问题。